走走走走啊！拿上工具衣服啊，又买了一套，上回被折成猪头了。今天谢老板在这，肯定30斤不到啊，实力不允许啊。哎，谢老板已经弄好了啊，来看一下啊。 谢老板，这一窝多少就看你今天的啊！看我今天表现。看你今天表现。这又在这里头啊，东西先弄一下。今天这窝在这个石头上，是石头下面，然后带着锤子，跟我们以前那个凿石头用的这个叫什么来着？上回埋了那个大藤啊，还有铁锹，大干一盘。 今天这个活全程由谢老板过来啊，看有没有那个运气再中一两下。这个估计是个大工程啊，得撬石头啊。这个好弄，不好弄啊，什么好弄？也好弄，一块一块弄下来了就完了。手砍哦。嗯，慢点。来来来，这个轻点轻点，好像是缝啊，轻一点啊。对对对对。 往上放，上面，对，让它爬进去啊。来，有啊，开始，下面那边有，然后这里面这边看见了没有？也有啊。不是，它是连在这边的。所以头上面石头砍啊。那什么？它是连在那边。 对，这一窝应该米比较少，没几斤吧。那块石头不好搬，两个人。好好好，看看看看啊！哇，密，就没几块米，看见没有？ 蜜蜂都飞出来了，来来来来来啊！自己啊，哇，断了。哦，那现在还有，那边有，那里面这块下面还有。嗯。没什么蜜。哇，这两条吧。完了，都是沙子，都是土龟呀。完了，不要，都是沙子。 都留下来了，完了完了，不行，这个不成功，快快，捞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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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堵老子，可以，再卸一下，哎，这用沙子，再卸，不要不要，哇，可惜，都是土，哎，没办法，都是沙子啊。 这块没有沙子啊，啊，那么那么那么。哇哈，这块还不错啊，看见没有？都是米啊。这里面熬得好，看得出来的。嗯。 我咬他不头。啊，他们说阿明在笑，小黑。阿明在笑，阿明在家里哭，今天打鬼了。阿明在偷笑。好，可以。完犊子，在这下面啊，看见没有？那一块搬开，都是粪盖米，没办法，这上面都是土，可能要放弃了啊。 连分都收不到，现在来讲，放弃啊，抓不到，现在要把这个渡口给它堵住啊！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，没办法。虽然不完美啊，但是也凑合着啊。然后今天这一窝失败了啊，困手来困手回家。朋友们回来了啊，好尴尬，计划赶不上变化。
天天想着那边有1000块钱等着我过去，没想到今天过去的话，就挖了1斤，然后其他的在下面挖不倒啊。这个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？是蟹老板帅，还是那窝蜂蜜不好弄啊？还是那个窝蜂蜜那个做的比较好？啊，好尴尬呀！天天想着那个那一窝先留着留着，那今天过去的话，早知道就不过去挖了，白忙了一天。然后困手来，困手去，困手回来啊！但是不要松，明天接着赶啊！明天周去再找。就这样吧，自己安抚一下自己幼小的心灵啊。明天接着出去啊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先这样，咱们下回继续啊。谢老板是帅人。